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298页第四行开始。经文呢，我先念一段：由因世界流爱轮回障颠倒故，和合铸成84000精要乱想，如是故又色相劫难流转国土，修旧精明其类重塞。我们从这开始，这个还是继续研究十二类的众生。那么研究这个十二类众生，释迦牟尼佛是因为前面佛难尊者呀请求佛开示啊那个真正的这个修行那个三目的，就是修这个大定啊怎么样修，佛就告诉他，你要真正修真这个三目的啊，必得要先了解众生世界这个颠倒的因啊。我们这个众生为什么不能够得了这个楞严大定？为什么长期的在六道里边轮回生死？这就是由于我们众生啊这个颠倒了。所谓颠倒就是不认识自己这个真如本性，只了解那个无明，把这个无明所幻现出来那些假象当作自己，这就是颠倒了。那么这个有这个颠倒的原因呢，那个在这个六道里边生生死死的这个分类有十二大类，把十二大类每一类的他怎么堕落到这一类之中找清楚了，找清楚以后想了生死啊，出轮回，那就有个头绪了。如果说连这个颠倒因不知道，堕落在这个六道里面这个十二类每一类自己都不知道，就拿很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在人道，我们在人道为什么到人道来啊？将来怎么样借着这个人道那个出轮回啊，自己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把这些都研究明了之后啊，然后真的才知道从哪里下手用功，这样才能真正的修行啊。那修行不是那么一说就能修得上，必须把这些事实这些这个道理都清楚以后啊，那么才能够用得上功夫。那个十二类上回讲的那个化生那一类众生已经讲过，今天刚才念的这一段呢是有色的这个众生。现在我们就看经文：由因世界流爱轮回障颠倒故啊。那么这个有因世界就是前面就讲过了，就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那个真如本性就颠倒过了，因而有了这个颠倒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是包括自己的这个正报依报都存在内。那么这个世界流爱轮回呀，这是有色的众生。那么就这个为什么这个有爱呢？它是这个色啊
色法，色法就是佛法里边讲色法。普通那个学术啊，实际上这个物质，物质是什么呢？物质就是这个东西啊，它有个实际上有一个质料，有个质在那里。质，这个物质的质字什么意思呢？质就是有这个阻碍的意思，就是质碍呀、啊。留碍啊，就是说它有一种物质，这就是色了，有色的啊，嗯，它有支持那一种这个物质，物质就是一种这个有妨碍的、有阻碍的这么一个性质，那么所以叫做留碍。嗯，这个留碍轮回是什么呢？嗯，他这一类的众生啊，比如说为什么叫留碍呢？这个物质是既是有执碍有碍的，他跟其他的这个事物啊不能够通融，嗯，这叫留碍了。因此他是这个修的，比如说这个在印度呢，有些有力的人呢、这个拜这个天上的日月，或者是拜这个水火的神明啊，就把这个日月水火这一种的这个色相啊，日月有日月的这个它的形象，比如说太阳有光明的形象，这个月亮也有这个月光的这个形象，水火呢，嗯，水火水也有明的相，湖也有透明的相，他就拿这个日月水火，还包括天上的星辰，那么求这一类的这个都是有形象的啊，求这一类的东西啊，那么想吸收过来作为自己自己所得的成就自己的色相。那么继续求这种这个色相啊，长期的在那辗转的在那里求出这个东西的，那么这就是轮回了。留碍就是啊，不管求的是日月星辰的光明，和光明也是一种形象，就佛法来讲，这也是色法。这个色法，日月的光明呢，与本性里面光明不同的。日月的是月外在的光明，我们本性的性光啊，那性光比这个日月光明那大得多了。比如说各位都读过《阿弥陀经》的，也研究过《阿弥陀经》的，《阿弥陀经》里面讲那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太阳没有啊？有月亮没有啊？有很多这个星球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它怎么有光明呢？那就是从阿弥陀佛到大菩萨，以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在那里的这个众生，都是从自己本性里面发出来的光明，所以那个光明比十方世界那些这个日月的光明都要好得多。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啊，他不知道自己的本性有光明，他专门求外在的这些
这些光明，所以是留爱，这个光明就是一种之爱。你求这个光明啊，本心的光明就发不出来了。那么长期这样修，就是一种轮回，造成一种轮回。那么这个就是由这种留爱轮回在这里，就是一种障碍。被这种障碍啊，障碍的不能够通，所谓通什么呢？通就能够通达自己本心啊，通达自己本心啊，对外界的一切万物都能通融了，都能通达了。我们凡夫在世间，到处都是遇见障碍，但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容易办得通。跟人家来往是很难沟通，就是这个这种，我们虽然是不是这一类的众生啊，可是我们有这种成分在内，我们身体就是有执着这些色相。不过这类众生呢，他专门是在这一方面特殊的就是了，所以他这个执着这个有障碍啊，跟本心就不能通了。不能通就是不能够明心见性啊，这叫颠倒啊，这种障碍就是颠倒啊。所以留爱轮回障颠倒不啊，讲明这一点呢，讲明这一点。我们你看这个金刚经所讲，金刚经不能着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一切的相，明显的看着山河大地固然是相，就是这里讲那个光明，还有看那个太空那个虚空，都是相啊。你把这些都存在心里边，这些都是障碍自己本性，那都是虚妄。所以这个虚妄的相啊，遮住我们本心了。本性遮住透不出来，那成就什么呢？那怎么能了生死啊？了生死就是把这障碍撤除掉，然后本性出来，本性上没有生死啊。这个原理我们一定要了解啊。所以他这个是呢，障颠倒，由于上面是留爱轮回，就造成一个生死轮回的这么一个来源。这一类的众生，他是由于留爱呀 那么就是他起的这个火啊，一切的众生呢，他生死就是起火造业受报。上面那几句是有色众生所起的火，下面呢，和合铸成八万四千精妙乱响啊，这个是造业了。他这个业就造成他在这一类的这个到了变成这一类众生的造的这个业，铸成。注意这个镯子，就是他这类众生啊，为了求这个名啊，当作自己来充实自己啊，或者是采取日月的精华，或者是拜这个某一种星辰呢，做他的依靠，来求一种感应。那么这样或者呢光明，那么这样久而久之呢，他就以自己跟他外面所求的这个名相啊合起来了，铸成两者合起来铸成的这个业了。多这里还是把它这个说一个整数，就是八万四千。八万四千指的就是那个精要乱想，所谓精要乱想啊，
就是把这个他所求的那个日月精华，这些把认为啊这是很可靠的，加上自己的这个一种这个执着，那么这合起来就成为自己的精要了。这种精要啊，他拿来当作真的。这种精要绝不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而从外面所求得的。长期这样执着，他把这个留爱的这个这些现象啊，求到的话，执着当作自己造的这些个是精要。那么这种精要叫乱想啊，从他自己不正确的一种想法是才成就的，有了业啊，然后就有这个结果了，就是受这个业报啊，有这个所得的这个业报的相了。下面就说，如是故有色相劫难流转过途。如是就是由上面那个起了火，又造了那些业，故有就指下面，故有就是所以就有了，有什么呢？色相劫难流转国土。这个色相啊，就是指的这个有种种这个留爱的，不能够与本性相同的，这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来的，造成这个业报。这业报叫做劫难，劫难在前面讲呢，是一块叫做这个叫做硬肉啊，硬硬的这一块这个肉体啊，反正中国字的意思叫一块有是一个肉身子的，那么这叫做印度话叫做劫难。这个劫难呢，因为它这是一个一这一类众生的，不是胎生，也不是就它是这一类的有色的这么一类众生而已，只是讲这个劫难就是了。劫难的这个流转过土啊，就是这个流转到医报，骗出都有。从这里转身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一类的众生啊，流转的这个他与他的轮回的这些现象叫流转。这个流转过土在哪一个环境都有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的众生啊，我们人道众生很难了解，也不容易就认得。那么下面这个经文里面讲这两句话，求救精明啊，提出这一句话，举几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这一类众生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什么叫做求救精明呢？修是讲的这个有这个事情是好不好，是吉利不吉利，这叫修啊。修呢是事情不好，叫凶，叫吉凶这两个字啊。修就是吉，修呢就是凶，但是这个吉凶还没有来的时候，或是快要来的时候啊，他有一定的这个征兆，有个预兆来了。那么这个修旧就是啊，那种这个吉事有吉事的预兆，凶事有凶事的预兆。这种预兆啊，就是对你众生的一种啊，它可以作为好的预兆，也可以是不好的预兆。对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你不研究这些佛法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啊。往往遇见的什么什么这个这好的遇到不好遇到自己都不知道啊。哎，经文里面是讲的，我说这类都是先来通报了。那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粗心大意的都不知道啊，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是一个地区共业造成这个一个灾难要来，大的灾难它也事情也有一些预兆，这叫修。有好的预兆呢也就叫做修。再说这个精明，这个精明啊是内力的这个内的众生啊，在他表现出来是一种这精华的啊，是一种这个光明的，看起来像这个日光有日光的精华吧，月亮有月亮的精华了。一般讲的月亮叫清光，清光也不容易就能得到啊。月光要就是要真的是好的天气，那种清光才能显出来呀、那么它就附托在那个上面，或者是这个星辰上的这个那种光芒，这叫做这个都是去精明。一个大的方面来讲，在一般的物体里边，一般的物体里边呢，比如说夜间呢，在夏天的夜间看那个萤火虫嘛，萤火虫的那个身上那个腹部可以发亮的，这也用这个精明的一种啊。还有那个蚌，那个珠啊，珍珠啊，珍珠现在也。有人造的珍珠，有真正的这个蚌壳里面的自然生的那个珠，那个蚌壳是体内自然长成那个颜色很明的，叫明珠，自然生的明珠。那么这个也是那种精明的那种，这些东西，统统叫做修旧精明啊。那么这就是有色的这一类的众生。这一类众生的话，你看充满到这个才叫流转国土啊，哪个国土都有它，日月星辰这个我们这个人家所看到的这些小动物啊，这些都有，所以其类重色啊，这一类众生重色虚空整个这个各所有世界都有。即使都有嘞，想想看呢，我们研究佛经哦，研究这一条就了解这一条，要看看这个字里行间文字以外的意义。每一类的众生你看讲的最后都是其类重色，其类重色。我们人道众生在这十二类当中的一种，所以佛经讲啊，一是人生呐、你想再得人生啊，这个就像大地上土那么多，你想再得人生，就从大地上抓了一把土来，那个几率那么小，可想而知啊。我们的人生这么不容易，现在既然得了这个人生了，了解这十二类众生那么多，如果不学佛，在这一生我们不能够成就的话，所谓成就就要把这个生死能够了啊。不能成就的话，你看人生一这个人的生命一失了之后，这十二类哪一类我们自己没有把握，凡夫众生谁也没有把握。地位政治地位再高，这些那皇帝他也没有把握。财产多的这个古时候那个
石崇那个财产可以抵制于国家的财富那么多，他也不知道。所以这就是讲到这里，我们学道的人在这里就要觉悟了。你学普通法门的时候，这有什么不了要求再来有没有把握再到人家来呀、啊？这都是自己是没办法预知的事情啊。那必得要学净土法门，你求的这个当生能够成就往生，你就保险了。所以我们研究进去，无论研究研到哪一部分呢，回过头来自己想一想，我们选择哪个法门才能够这一生就能成就。这一生不成就危险，你看看这个有色的众生，你看这个其类充塞，前面那个化的化身中也是其类充塞，后边的讲都是每一类都是充塞，这个十方世界啊，虚空法界都是充塞了。下面这个无色这一类的众生，我们经文呢先念一遍。由应世界消散轮回，或颠倒孤，和合暗成八万四千阴影乱想，如是孤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空散消成其类重色。那这个经文我们看看，由应世界这个前面讲法一致的，就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本性造成世界颠倒了。那么在这一类的众生呢，虽然是共同都是因为有世界颠倒啊，可是他这个世界人家有些不同的，消散轮回或颠倒孤啊，消散指的是什么呢？它对于有形状的、有这个物质的这个色啊，就是厌恶了，厌恶的这个色相。我们一般人觉得我们自己有身体，对自己身体保养的、看重的非常厉害。那这一类众生跟我们想法不一样，他就厌恶这个色相，厌恶色相的时候啊，他就这个在他的思想里边呢，就成天的就想着这个做我们这个做到这个空无边际的那种，这个做我们想空出来想，就要把这个一切物质的这个形有形状的一些都统统把它放弃掉，就是消掉，把它消散掉，就是把一切有形状的一些东西统统把它消散了，归入到无色的了，归入到了空的这种境界。那么这种继续他就执着这种的这种想法了，那么连续的在那里自己不能够解脱出来，就是轮回，就消散轮回。为什么有这个消散轮回呢？这就是一种惑，这种惑就是一种颠倒。他虽然呢不要有这个形象了，可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他讲这个不要形象啊，他又着了一个空相了。说了空相就是还是这个有相的，他跟金刚经里面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他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他想不到那个。金刚经叫我们呢，一切相的假象都把它破除掉，然后直接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本性是真空的啊，那个是我们现在只是根据经佛所说的这个经典，我们这说这个名词而已啊，真正的这个义理
我们没有正果，那我们不懂得了。什么叫真空？我们不懂得了。要懂得真空的话，就没有这些个消散轮回了。这一类众生，你看，他不像我们执着身体，他连身体什么都不要，他以为是不要有形的这个有形象就可以可以解脱了。其实呢，这个做了完虚空了，做了完空了，就活颠倒。那么这是起了这个活，这一类众生起的活呢，他就也就造业，造他这一类众生的业，造什么业呢？和合暗藏八万四千因言乱想。注意这个暗尘暗字，它虽然这个厌恶这个一切色相啊，把这个色相就不要了，不要它这个成就那个空的一个这么一个执着这个空的一个状况了。空这个空啊，叫完空、完虚空、明万不灵的这种。空，这就是暗的。前面经文叫呢，灰昧为空啊。灰昧就是非常这个阴暗的这么一个空，叫灰昧空。他就把这个灰昧空啊，那么就是暗暗的在那里，这个。凝结千结了，在那里这个阴隐乱想啊，阴是阴暗的，隐是隐藏的，阴隐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随时在乱想，乱想就是没有一个规则的在那个想，想的都是暗的，都是阴暗的，也就是成就了那个完虚空的这么一个业，造成这么一个业。他这个业啊，看不出形状来，其实这个完空就是他的形象，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普通的这个凡夫众生都不知道，这是他造这业之后，他就要。呵护这个业所结成的一个果报，那么这里呢是讲它的业，所以讲的业报了。如是故有五色劫难流转国土，如是就是前面有起了火，又造了业，故有因此就有下面了，像什么呢？无色劫难流转国土啊，没有形状的这个劫难呢，这个劫难本来是翻成这个中国这个字的意思是一块硬肉，一块硬肉在这里讲，你注意说无色的劫难，有无色的但是叫做一块这个硬肉了，它这是无色的劫难，这个一种空空洞洞的这么一个体在这里，那么这个东西呢也是流转国土，在哪里都有众生啊，空散消沉其力冲塞啊，也是到处都有啊，空散消沉，古代祖师的注解，他把配属于啊。四空天，四空天的话，比如说这个空啊，空是这个空无边处，就是第一层的这个空无边处天，这是讲的把一切的色相都灭掉了，归于空，所以这叫个空啊。但呢？指的这个事无边处天，事无边处，
他这个实啊，也是无边的，无边他没有形象的，他这个是没有形象的，他可以散遍到处攀缘，他这个神是到处攀缘，散乱的哪里都有。再叫这个消，消是无所有处的那个空间。第三层了，就是把这个我们众生有八个识啊，八个识他把七转识都消除了，剩下只剩一个根本的第八识，这个境界也非常高了。再讲呢，尘呢，尘是指最高的，有这个三界的最高顶天了，叫飞翔飞飞翔诸天了。嗯，飞翔飞飞翔诸天为什么叫尘呢？尘就沉沦在把这个空啊当作一个海吧，好像沉沦到这空海里面去了，掉在这个虚空海里一样的出不来了，那就是最后叫这个尘。那么这个讲法呢，就是空散消沉呢，就是四空天的四层境界，空天以外还有其他的不在四空天的一些众生啊，也有。换句话说，这一类的众生不只是这个四空天啊。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四空天叫四空定啊，比如说空无边处，讲空无边处定，实际上是讲空无边处定啊。修这个定功，修这个空无边处这个定修成功了，就到了个天上。这个十五边处就是十五边处定，它是这一类，这是四空天，就四种定功夫修成功的。那和其他的没有修四种定功的话，就不在这个天上，不在四空天上，不在这，甚至在这个这个欲界也有啊。欲界这里众生他也没有这个没有色相的也有啊。四空天以外的这一类的众生啊，像这个空身虚空啊，有虚空的神，在佛经里边叫做顺若多神呐。顺若多是梵文的名字，顺就尧舜的舜，若是假若的若，多少的多，顺若多，顺若多就是一个这个空性的意思。空性的这里叫那个顺若多神，虚空里面有虚空的神，他就不是在这个四空天了。还有那些风有风的神，风神呢，在中国这个礼记里就讲，中国凡是读书人呢都知道啊，中国这个老儒读纯粹这个儒啊，不是后代现代人他不了解这个，他以为是科学，他用科学的眼光来看，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啊。原来的儒都知道，你比如说礼记里就讲，你在这个行路的时候，无论是白天或者是傍晚的时候，遇见那个突然来的一阵这个风，黑暗的这个风沙来的时候，你赶快要避一避。它那种就是风神呐、还有什么其他的那种是自然界的异类的众生来了，你不要跟他这个发生抵触。这里这个儒家讲的很多，
那么就像这个佛经里边叫做旋风，旋风旋转的这风啊，不是常有的。还有了这个旱魃，旱魃就是那旱声，这个在中国的是这个经典里面也有，也《诗经》里边就是旱魃为虐了。旱魃为虐，这个神呢，他一出现了，这个地区就发生旱灾，叫旱魃。但是这个旱魃，这个你看到他这个具体的身体没有呢？没有一个具体的身体，但是有那种的这个好像似有似无的那么一种征候，那么这个都叫做这是五色的类的众生。这一类众生啊，也是重色在世间呢，哪一个国土都有这些众生。下面是讲这个有想的这一类众生啊，我们看这个经文，游印世界往向轮回，银颠倒孤，和合一乘八万四千前劫乱想，如是故有想象劫难流转国土，神鬼精灵其类重色。那么这个是讲游印世界啊，这个这些这一类的颠倒的世界众生啊，往向轮回，往向什么？这个相啊，似乎有，似乎又没有，若有若无的这么一个状况，真是说起来呢是没有相啊，没有这种形象。那么有他执着这种形象轮回呀，他的生死堕落到这一类的众生呢，那就变成这一类众生在那轮回了。他所以轮回是什么呢？引颠倒故，引是一种影像，一个影假影子。这种这个他就执着这个假影子啊，执着这个假影子的话，他的本性就被假影子障碍了，就变成一个叫做引颠倒，这是个活了，起了活，起了活就是颠倒的，就是不认识自己本性，就变成轮回，这是讲的起活的原因。我下面就造业了，和合一乘八万四千前劫乱想啊。所以这个一字，一就是心里在想啊，意想啊，他这个这一类众生就是凭他想象而成的，就和，这是这个想象在哪里啊？这个成就八万四千的这个都是一种前劫，怎么这个前劫呢？前是前灾的，他就把他心里那个心里想象的那个，他想凭着他自己的想象的那种力量啊，就执着他的想象的那种能力，就凭那种心思妄想那种心呐，慢慢的呀，逐渐逐渐就做前劫，在那里呀，逐渐逐渐在那个结成了，结成这么一个生命，这也都是由乱想想出来的。这个业就是啊，造了以后，他就如是故有啊。想象劫难流转国土，这个劫难他是完全凭他的想象来的，想象的之后他就是长期的这个在那里想，想他这个没有身体啊，
我们众生都有五蕴的色身香味，就是色受想行是五蕴的身体啊。他单凭想，单凭想的这个无蕴的身体没有，那怎么呢？他找一个寄托，找一个物体做寄托，这叫做托蕴，托有无蕴身体的一个物体，什么东西啊？或者一个人啦、或者其他的一个神像啊这一类的，那就这一类的。前面讲合合意成嘛，先他的想意想的，然后跟一个所寄托的一个物体合成了，那么因此就有成就一个想象劫难流转到国土，这个哪里国土都有。那么这类众生呢，像举个例子，像神鬼精灵，神鬼就是那个过去那个神很多了，比如说五岳，有五岳的这个神，五是皇帝啊，在中国的皇帝啊，这个天子要祭这个泰山的，泰山有泰山的神，其他各每一个这个高山的都有山神，还有呢这个大的河流河川，就是山川呢都有神明，还有什么呢？这个城隍什么呢？古时候国家那个有都城啊，首都的他这个筑起这个围墙，那就是这个城墙，城墙外面再是用这个护城河水，这叫城隍啊。城隍有城隍的这个神，我们现在有城隍庙，城隍庙里有城隍的神。除这以外，还有山与山神，还有海神，这些都是这一类的众生，鬼神精灵在那里。那么这个游想这一众生也是其类充塞，哪个世界都充满，到处都是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